呀，萌妹子，我们又见面喽！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燕王爷。我们今天要来玩的是剑灵，新动作吗？好像不是，这动作有点好笑。好，那，上一次我们走到了这个王者森林，然后我们先来说一下，我记得他在我三只说一月。遍啊，你给我洗干净耳朵听好了。哦，干嘛跟我抢着说话？我要到一个没人的地方讲。我记得他在3月18号的时候他有更新，那不过呢，为什么一直到现在才有呢？因为我觉得他更新要花蛮多时间的，还蛮懒得更新的。然后刚刚也的确发现更新完之后，可能是最近电脑有点卡吧，或者是他更新的关系，那个跑进来的时间稍微花了久了一点点。OK，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。他现在说召唤师之路2号打的书信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按错了，Auto。老妖啊，我是华仲师兄，我们现在开始修炼吧。在山贼巢穴深处有一个修炼之屋，我会在那里等你。在山贼巢穴深处有一个修炼之来屋。的路可能不太顺，但若连这都克服不了，就代表还没有接受修炼的资格。那么，修炼之屋见吧。OK。修炼之屋是吧？哦，这个人好帅哦，那个人好像很帅的样子。来，我们看一下哦，修炼之屋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森林营地，然后修炼之屋在山贼巢穴。我们先去森林营地好了，先去把任务先弄一下，稍微的弄一下。我们飞呀，飞呀，萌妹子。下面就有人，这两个人在干嘛？我们来看观察一下。哦，这两个人是重叠，好帅！不对，这是好多人。刚刚那个是杀人吗？是我看错吗？刚刚那个是杀人吗？为什么这边过不去？哦，这边可以嘛？明明就可以。不对，走错路了，应该是往这边走。有一点迷失方向。哦吼哦吼，这地图有变化吗？怎么感觉好像不太长得不太一样？是不是？还是我看错了？好了，可能是看错了吧。等一下，我记得身上的装备好像会……按错了，不对，是 I。身上的装备好像会影响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穿这件应该是不会被打吧？我记得你穿的装备好像会。可能会影响到你的阵营的关系。没有办法找回你那些竟然东西在吗？如此阴森的地方活动，你是谁呀？你是谁呀？我是大这个地侠。方可不适合散步。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带来了逆气山的口信。哦，是这样啊。既然是逆气山派来的人，那就肯定是硫磺那件事。事情进展得怎么样了？事情进展得怎么样啊？我们把他逆气山告诉我们的东西告诉他。啊，是这样啊。不久之前，我曾经看到黑龙寨的严正花慌慌张张地往山贼巢穴里搬什么东西呢？严正花，严正花一般是不会轻易出现的，最近黑龙寨的动静确实有些古怪。我们这次去黑龙寨的巢穴侦查的时候，只发现了一些柴火，没想到是趁机偷了硫磺。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少侠，你能帮帮我吗？他们都知道我的长相。他们都知道你的长相。你不会戴个面具吗？OK，没问题。谢谢，我负责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，让他们降低防备。到时候你就趁机去山贼巢穴找严正花。哎呦，我突然发现他头上有呆毛，超帅的！有没有看到那根超帅的，还会发亮？有没有看到它闪闪发亮的？快一点！哦，好凶哦！为什么他这么凶？我们来看一下哦，山贼巢穴是吧？那我们就可以顺便去召唤师之路。OK，我们跑一下。太久没玩了，感觉有点不太知道这个控制。上一次玩应该是至少是一两个礼拜前了吧，我猜。OK，山贼巢穴在这里。往这边。前面有人。哦，那个人头上还有一个怪怪的符号。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符号哦，这个人哦，这个人好帅啊，超帅啊！是不是有人跟过来了？刚刚好像看到有敌人跟过来了，没关系。
哇，真的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读取的时间好像真的变长了。虽然你们没有感觉，不过那可是因为我被我剪掉了。OK， 来打他。哎，按错了，应该按 Tap 才对。倒了，来看一下有没有东西。哎，宝藏呢？看来他没有给我宝藏啊。OK， 好吧，这个不能捡。来看一下，哎，这边人有点多，我们先解决一个，出去吧。冲手山为什么要收集硫磺呢？哎，那个人被我们无声无息的干掉了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前面这个是谁，我们先打前面这个好了，然后我们用你是谁饶不了你打，我们现在帮他打，技能都在 CD 啊，这个喵喵初级的技能，喵喵初级的技能还不错啊，还可以把他们打晕在地板上。哎，你怎么跑回来了，赶快打他们啊。 OK，我们还有人呢，包袱已满。为什么包袱已满？我看一下。哎呦 ，OK 的 ，OK 的，可以解开的，没问题的。哇，我们的包包变大了，我们的包包终于变大了。看一下啊，包包变大下来。红酒团为什么要收集硫磺呢？整理一下这个，感觉一堆没有用的东西。这个。打开。哇，是僵尸装吗？千年衣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长相。看不到啊，来看一下。这件看起来蛮帅的。我们就穿这件好了。来，放大，放大，对。这边还有一个，你这个残党。看我打爆你这个残党。咔嚓，哈哈。我想说他该不会要爬起来吧？这里有没有宝箱？有没有宝箱？好像没有宝箱，那我们就只好继续往前走啦。好像没有宝箱啊，有点难过啊。攻击技能，嘿，再打锤子，哇，这锤子超大的，这锤子超大超有 feel 的。可是我们这样把技能全用光，这样对吗？好啦，没关系的啦，我们可是。超强勇者啊，这个游戏，打怪物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啦，就是一般的任务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难度啦，我没记错的话。吸血牵牛花之术，果然有没有这种敌人哈，嫩，这边可是这边人有点多啊，来解决他，看我的，打哇两个一起。快打他！为什么你要跑回来？哇！换这个，换你啦！Tab， 为什么最近他好像感应不太良好？果然太容易啦！再来换你啦，就是你，不用看，就是你。他好像快没血了，我记得按什么可以帮他回血，我看一下。按什么？按 F 一。哦，对，按一可以帮他回血，是不是？是吗？不是那是按什么？按 R， 不是 R， 按这件，不是，按 F G C， 不对啊 ，V 不对啊。这是他的技能，等一下，怎么帮他回血啊 ？Tab， 不对啊，怎么帮他回血？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技能 ，C 吗？不对 ，K， 看一下哦，我要怎么帮他回血啊？我记得可以帮他回血的，说，西周吗？好像不是，花粉，不是狗尾草，狗尾草，不对啊，就刚刚那个。喵，好吧，算了，我看不出来，不管了，看不出来。这个宝箱为什么不能开？我要开啊！剩你一个人是吗？去吧，孩子，咬他，孩子。
果然，这只猫果然是神猫啊！神猫，那应该没东西了吧？那我们继续走。哎，这边这么近，竟然看不到我，只有6公尺哎，只有6公尺，你竟然看不到我？哎，话说前面都没有掉宝箱吗？一个都没有吗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没有宝箱哎，真的没有哎。这个洞穴里面的人有点穷酸哦。有敌人，一起打，锤，出击，攻击。有没有宝箱？炸弹炸弹，我们有炸弹。按什么键丢？左键是不是？来来，先丢一个，这丢一下好像挂了吧？哇，超强啊！他朝我冲过来了，他要砍我了，他砍到我了。我真的忘了怎么补血，三 Z 吗？怎么帮怪物补血啊？有点忘了，真的忘了。这只右键、左键、左键、右键、空白键，不对，空白键是跳 T， 不对 ，Shift，Shift， 哎 ，Shift 有用吗？哎 ，Shift 好像没有用，忘了按攻击了啊！来了来了，都来了，跌倒吧你们！我锤，超大锤甲出击！哇，果然容易哈，容易，这几只不过嫩嫩而已。这个炎症花，去吃大便吧你！我看起来他好像比较强哦。嗯，她是女的。她是女的，我一直以为她是男的。好吧，看来她是女的。这宝箱可以开吗？你这里有可以开的宝箱吗？怎么这么穷？你这里怎么没有可以开的宝箱？Hello， 我要宝箱。宝箱呢？我们说好的宝箱。卡住卡住。说好的宝箱呢？我记得这边应该会有宝箱啊。试炼之屋之前应该都会有宝箱吧？我开，哇，这个老虎头好帅啊！我开，不能开，好啦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没宝箱就没宝箱，切心，走啦走啦走啦，走这边。我跑，我飞。好，修炼之屋不是试炼之屋，原来是修炼之屋。好的，修炼之屋有水，可以游泳吗？不能。华众师兄，看一看这附近吧，这里就是修炼之屋。这里就是修炼之屋。这一带有5处洪门弟子进行修炼的修炼之屋。每当时机成熟时，我会逐一带你过去的。了解了吗？他的脸有点黑啊。对了，这里的气息能暂时打通你的经脉。你可以尽情的施展武功，尽情的施展武功。进行正式训练之前，先用花粉来热个身如何？使用花粉可以让你闪避来自花粉外的远距攻击。不仅如此，范围内的同伴也能获得花粉的保护。那么，我召唤出分身，对你发动远距攻击。你要赶快施展花粉，赶快施展花粉，只要按下花粉就可以了。3号。花粉，然后呢？花粉，完成了吗？好像完成了，这么简单吗？这么简单吗？这个修炼好像有点简单啊。对话。接下来我们学习狗尾草，狗尾草可以让你唤出召唤兽，并与你一同战斗。修炼时得有对手才行吧？你要来陪我练习吗？比起我这样的高手。和你拥有差不多内功的人更适合做你的对手，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，所以我向召唤兽猎人李修寄出邀请信。李修啊，是什么邀请信？听说猎人为了捕捉纯种召唤兽，几乎要把整个玉龙林找翻了，所以我就放出消息，说这里有召唤兽。哇，这是坑人之术吗？我听见有人向这里跑来了，应该就是他了，利用他来练习狗尾草吧。狗尾草 OK， 我会在这里看着你。这边有本书等一下再拿好了。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。
来。哇！看那水汪汪的召唤兽眼睛，这么快？耶！终于得到纯种血统的召唤兽了。哎，那本书不见了，气死我了！控制召唤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吧？我不会放弃的。我不会放弃的。哇，他长得超帅的，根本就是熊猫啊！哇，这根本就是熊猫！哦，他干嘛干嘛干嘛？他干嘛他干嘛？哦，他飞走了，他飞走了。好好，控制召唤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吧？来，我们来看看究竟他要说什么。那也没恭维。俗话说，万事开头难，老妖啊，不用灰心。但是千万不能骄傲自满，记住。你现在只是个刚入门的小毛头。原来我是小毛头啊！这次的修炼就到这里了，时机成熟时我会再写信给你的。这段时间可得要认真修炼哦。完成。哦，他也要飞走了。咻！好啦，看来我们完成了这个修炼之屋了，我们先出去吧。好，我们终于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前往森林营地向史峰报告。哎，这什么？好可爱，好可爱！这什么？草丛，这什么？吃吗？还是吃牙犬？打你！哇，他有点弱，他有点弱。哎，被跟上了，快走，快走！跑不动，跑不动了啊！拿着法杖就跑不动了。这里还有一只丛林之狼，看起来就很猛。不过我相信在我面前都是小菜一碟的。我打啊，哈哈，好了，我们赶快去完成我们重要的事情。欸，这件僵尸，这件千年符是不是真的还蛮帅的？这千年符长得真的还蛮帅的，叫千年符对不对？千年一，超帅的啊，超帅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没有办法找回那些东西吗？那位少侠得赶快来才行。我来了。你来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找到硫磺了吗？你说什么？硫磺被运到南海舰队前哨基地去了。哎呀，这下事情难办了。话说回来，你说到这冲脚团，冲脚团，奇怪了，陆林道这些人只是山贼，他们居然跟冲脚团联手了。他们可是死对头，不可能互相帮忙啊。哦，对了，说起来，硫磺被抢那天，黑龙寨的动静十分可疑。怪不得他们在阵地里忙些什么似的。少侠，你能从黑龙寨阵地外面的步哨兵身上弄来令状吗？我得确认一下那帮家伙接到的是什么任务。OK， 看来是一个打怪抢东西的，打怪收集东西的任务吧。我先潜入他们的阵地查看情况，你随后过来吧。随后过来吧。真的被人抢走粮食，他也飞走了。哦，他也飞走了。哎，这里有个锅子，哎，哦，好帅啊！喷萌妹子，呵呵，这好像不太对。好，那我觉得这集差不多，我们就先到这边。那么，哎呦，这衣服真的超帅的啊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！哇，好帅啊，拜拜。然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，哎，我穿了这件千年衣，然后我的手就变成有点那个僵尸的手，你仔细看，哎，看不到，哎，手有没有看到？有点恶心啊，这个手有点恶心。等一下，我应该不是原本手就这样子吧？哎，按错了，按错啦！这个按一按的太顺了，这又不是麦块。看一下哦，把这个脱下来看看。哦，这样不太好。哎，对啊，我的手很正常。